你问我讲文版唔请人噶，你啲咩嚟噶？系，讲文版社会版咪一样，都系做记者啫嘛。如果你唔系做得嘢帮得手嘅，你唔开声啊，神总都怕你走啦。咁你即系我帮得你手，做得嘢，所以你就唔同我转板啦，系嘛？诶，我睇得你起，你有前途。嗱，迟啲咧，我俾个副编你坐吓。不过我仔钱不在此噃。边个？赵老编啊，吓。 哇！做咩你公司睇埋晒啲咁嘅书啊？唔怪之将你谂到咁高嚟遮住自己啦。我哋有正经嘢做，有翻落查档啦。咩正经嘢啫？赵生，你一把年纪又冇所谓啊。不如我仔仲有大把前途噶。如果你谂住佢可以帮你做晒啲嘢咧，等你有时间偷懒咧。喂喂喂，你咸湿书啊！嗱嗱，你咸湿书啊！我阿妈就真系想创你个心啊！嗱，我同你讲啊，而家我仔将会有两种做法，一系就按章工作，一系就辞工。 不过喺度辞工之前咧，我哋又会写信俾你老板，将你点样啊扼杀人才啲衰嘢啊讲晒出嚟啊，你都唔系好过噶咋？阿母啊，起身已经好耐噶啦，你落翻嚟先啦吓。